如果你已经看腻了北欧、中国或是希腊神话，那让我们把目光移向印度，看看这款特别的星座 Raji and Ancient Epic。本作是一款罕见以印度神话为背景的 3D 动作游戏，玩家将扮演一名受到众神关注的少女 Raji， 为了找回被罗刹掳走的弟弟哥卢，他将接下女神杜尔加和毗湿奴赐予的各式神宝，踏上拯救世界的旅程。在这款采用俯瞰视角动作游戏中，玩家必须利用杜尔加的三叉戟等武器来消灭路上的恶鬼。除了基本的轻重攻击之外，游戏中还有爬杆攻击、闪躲射击以及终结技等各式各样的动作。如果搜集了家里的怒火能量，还可以召唤雷霆，使出威力强大的必杀技。在战斗以外的时间，玩家还必须解谜和平台奋战。关卡中不只有着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平台跳跃，不时还会有推动齿轮或是翻转圣树方块等解谜元素等着玩家来挑战。而在挑战或关卡中搜集到的神翼灵球，则能够用来强化众神赐予的武器。同时，游戏最有印度味的一点就是每一关都配置了好几个描述印度众神与怪物的壁画，还有热心的旁白帮你一一解说故事的背景。就算一点都不熟悉印度神话也无所谓，在玩完这款游戏之后，说不定你也会爱上这充满古老神秘背景的世界哦。